台湾基督教宣告380纪念感恩礼拜，答案要感谢上帝。Thank you.
咱同心来祈，我来念倒手咒，咱请正常心来念一个正手咒，一个祈文。一六一七年，有荷兰甘地书传教书，所以台湾设教已经380年。1936年，设立这一间教会，上主拣选施加雅的这个民族，荷兰在台湾有38年久，后来地清风赶走荷兰人。105年前，英国加拿大地方教会，福音用心传到美国西拉雅，400年来是移民统一，经过20-30年努力奋斗甲争取。国家已经承认地方原住民，这是上主实行公义圣手。族群人民土地甲受造万米，上帝国度临到地面上。要记得上主带领使阮舒服，多声感谢上主，感谢上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西拉雅族人到了法院控告人民会，他们要求必须恢复西拉雅族的原住民身份。
部办公部的法院人马书记官现身。那即将来也是来看来现身。这来书为了明面来驾驶，我对你有点笑脸，我来画你。这里公文听着，你真爱，你是，你真是最亲的人的模样。有地读册，各面驾驶到台湾来。你心内文字，对全世界甲各位画手来讲的，你平安无恙。你着对你关心真在事，互你进步变为一件事。要秉持一份真心对你的驾驶。常常关心你在世，因为安尼行，就可以救你无事，甲平安你的人。以上。这是我们延安公路来谈这个圣经，马古沙亚，马刀刀甲阿爸伊妈姆妈。卡阿爸、伊纳、马拉、阿达瑞、阿迪、妈妈、伊夫、阿妈妈、卡古马、伊纳、高、马拉、卡维拉、达伊夫、维巴、高瓦、妈妈、高、伊卡迪伊纳、卡古萨索。Ovo, Ipanu, Ivaka, O, Ipata, Vistinka, Ipaku, Vitinka, Apa, Kasata, Lupita, Kaas, Apa, Iruya, O, Makina, Mamato, Kao, Ipanika,沙鼠拉，伊巴达基沙鼠，伊巴刀刀乌卡阿巴，伊纳刀乌达瓦金，达高法瑞，恩安卡尼伊卡杜，伊巴达伊达，伊伊伊伊马乌姆。你亚达高，你瑞瑞马里里夫安，马古巴卡斯高，你妈妈卡阿巴，你杰里阿雷巴卡，妈妈多欧哈内亚，古马卡巴伊纳卡马达。马扬瓦阿伊菲嘎奥奥，马丁嘎高伊高阿嘎伊巴达岛干阿巴奥奥，巴鲁刀瓦古安阿雷嘎伊巴。马阿爸，伊那伊到马里南。上站，我们是三车过来修发行李。Oh
Mikumisan, dan上啊，因为我是台湾原住民的布农族，这个名上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你还在呼吸吗？你还要好好的活着，让我感受到西拉雅这390周年。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礼拜，确实看见圣灵的带领，看见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证明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努力的在呼吸着。首先我要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分享我个人的一个原住民身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对立。我记得在32年前，我在就读高中的时候，在图书馆里面，我看见了一本《人间杂处》。这《人间杂处》有非常让我震撼的4个字。这个4个字是什么？就是“枪下留人”。这斗大的4个字吸引着我要往这个杂志的里面的内容要看下去。当我看见的时候，原来这个族人，这个青年，我们的年纪是差不多的。这一个族人的年纪，1967年出生，我是1968年出生。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就是这个故事让我知道我到底是谁。就是在住在嘉义县，那个时候称这个族群为潮族。这个青年非常的聪明，就读录取了嘉义师专。在嘉义师专种种的不顺遂，就休学了。于是因为家庭经济的状况，需要他在这个地方来扶助、帮助这个家庭生活，于是他就前往台北市。从报纸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广告，他要谋求工作，就从这个餐厅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家餐厅的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餐厅，表面上是一个餐厅，其实就是一个工作的介绍站。于是就让这个青年
先给了3500块的保证金。他也非常的老实的把他的身份证也交给他。结果在洗衣店工作的时候，一天工作17个小时，言语的歧视、咔嚓又耍得来，咔嚓又耍得来，委完了。每一天用这样子的言语、暴力、歧视、压榨，来自嘉义县这样子的一个青年，到最后，这个青年喝了酒，因为种种的失意、种种的失落感。也不敢联络给家人，受到这种一天要工作17个小时、日夜颠倒的生活。有一次，他就跟他的老板是雇主说，他要取回他的证件，他要回到他的老家。可是事与愿违，就在那个当中，就杀害了这雇主及他的妻子还有女儿。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新闻，有这么多的教育界、法律界、宗教界开始对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边缘人有了了解，更多集结社会的力量，能够让当时成为总统的人能够天下留人。可是在75年的时候、76年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因为社会上的歧视不容，成为这个社会的公益支付者的一个牺牲者。他的名字叫做迪亚，汉名叫潘医生。于是他在监狱里面，他就写了一封的家书。这个家书的名字叫做《好想痛哭一场》。他写了这一封的家书，就是要写给当时他的父亲潘宝禄他的家人。他说：“谢谢社会这么多的人来为了挺他站出来。”这一封的家书第一句，于是当时秋秋合唱团的一个秋晨作词作曲的人，就把他这个家书变成了一首歌，歌名叫做《好想痛哭一场》。他说：“好想家呀，美丽的家园，盼望在梦中不见。”他说：“好想家。”美丽的家园，盼望在梦中浮现。就在那一刻起，我才知道，纵使当时已经有布农族，当时已经有原住民的九族了，在75年、76年的时候，但是我身为一个布农族，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认同。我仍然对我自己的原住民的一个血液不怎么接纳，不怎么了解。但是因为这个真实
原来我是不能做阿布斯打起来呢。从那一刻两年之后，台湾开始对原住民的议题开始了有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觉醒。在77、78年那一段时间，有几位原住民的青年，林宗正牧师、王兆海弟兄带领着，就拆除了整个在嘉义火车站前面的无缝神像，要把这个美丽的谎言来突破。之后嘉义的无缝乡也正式更名为阿里山乡，让他们这一个原本是朝族也更名为宗宗族。所以当时有更多的理论在讨论原住民的一个议题，他一生的罪行不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已，而是在当时的不公平、不公义、充满歧视下的社会下的残酷。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面对这个人间杂族的时候，那是因为茅塞尚未洞开，锁了当时简单的口井。在当下我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可以为了一个杀人犯努力地帮助他，为这个年轻的族人争取这个生存权。可是32年以后，我在细想、在细读的时候，汤医生救援行动的始末感受到，一直到现在对这个青年还是有那一个不忍还有酸酸的感触。也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真实的事件，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到底是谁。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虽然还有一段的路要走，但是看见，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同一条的道路，我们都是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要使台湾所有的原住民从无因的拯救彻彻底底的得到一个释放。我们不但要心灵得到释放，而且是要从福音里面带来的解放。今天早上我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动机，从这个经文里面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反省。我们都是在这一个道路上，我们都是一份子来做这种的自我反省。第一个，我们仍然有不能突破的困境。过去或许我们想努力为主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个遇到很可怕的一个心理的阻碍，就是我们常常会有无力感。或许过去我们从不少的这些专家的演讲或者是报章的报，从各样的一个分享，朋友所听到的，就是台湾在接二连三的一个原住民的问题。
我们原住民在台湾里面可能有一些贫困的问题，在部落我的族群里面也有酗酒的问题。最近我们部落也笼罩着白发乱送黑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告别礼拜，我们也看到原住民在这个社会里面被剥削或被歧视，甚至于有的时候居住在贫地的原住民，有的时候他们物质是非常的贫困，所幸当还有信仰的生活的时候，福音就会成为他们在这贫地的都市的最大的力量，最大的盼望。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对严重的议题，我们曾经也努力过，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立竿见影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或者是使大部分的人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公益得到拯救。有的时候在大致的问题面前，我们深深一定会有存在着一种什么无力感，我们要抵抗这一个的势力，我们甚至要比这个势力要有肩负着，要有更大的实力，要有更大的力量。因为假使我们没有更大团体的力量，我们只能祈求别人来同情。耶稣不是也说过，没有人能够进入武士的家抢夺财物，除非是要把这个武士绑起来才能够抢夺他的东西。我们要胜过这个势力的时候，我们要比这个势力要有装备，有更大的力量。因此我们要问，我们要从哪里得到这个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看到希拉雅透过联盟，透过联谊会，各样组织民间的力量来结合，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看见是不断的在前进。唯有团结，唯有一起，才能够将我们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强大起来，来进行这些上帝所要为我们同在的释放的力量、拯救的力量、证明的行动。我们看见去年希拉雅争取台湾第17个原住民，终于看见了这样子的一个亮光，也回应了我们这个族群这个证明的一个诉求。行政院在去年4月7日也通过了以修正原住民身份法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希拉雅取得原住民身份。我记得当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前任的议长苏祖达达牧师，也就是现任的原先干事，在389周年感恩礼拜的当中，他在正道的分享勉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勇者。
也看见九十年来贫苦的病症正在崛起。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助理的总干事信欧拉姆斯，现在他已退休，在光复乡马台岸当时担任原先主委的卢天武牧师，以及担任原先干事的欧密维拉牧师，就拜会了当时的台南县长苏焕智县长，表达对我们西拉雅阵营的一个支持，并以当时的7月17号总会常驻委员会总委会正式通过承认西拉雅族为台湾的原住民族。去年8月15日的时候，50多个平埔族的族群社团共同来发起全台十族将近有600个人领会的全国平埔族阵营的一个高峰会议。西拉雅族人的一个努力、一个奋斗、一个传承、一个接棒，推动了阵营走上了街头，也破获了行政的诉讼。虽然都无法成功，但是直到去年台湾总统蔡英文当选之后，在台湾原住民向原住民道歉，代表国家向全国的原民同胞来道歉，也并承诺检讨相关的法规。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兑现，看见这是上帝带领透过西拉雅族人不屈不挠的在催促了我们的政府，才让我们的贫苦族的身份终于有这个机会得到应有的权利，还有这样子的地位。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集中注意一件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个人我们能够集结我们的力量，发挥的力量在于，首先我们就像现在我们要有巩固的实力，坚固的实力来突破所有的限制。首先我们从提摩太的经验来学习，虽然这个提摩太是保罗最疼爱的一位，但是在原住民的一个社群里面，还是会非常的沉重、洗脑的一点。但是如果这一位少年人他具备了爱、具备了使命、更具备了实力、具备了各样的专业，我想他在洗脑的面前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也他所传递的意见多多少少也会被某种的程度来去接纳、来去接纳。所以我们的实力可以突破我们的限制，重要的是我们展现的是我们的实力，展现的是我们的态度。因为有实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扎实的一个表现。过去原住民在台湾社会当中，人家给我们很多刻板的一个印象，我们要努力的纠正这个观念，能够因着我们的实力，因着我们的态度，能够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扎实的生活来去
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的是要透过信心、爱心、纯洁的表现。在此的信心就是要忠贞无恶的义，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为我们的上帝支持。虽然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在山区里面，或许以我们的接触的人是很少的，假使我们有不亲近，可能比较不会有人看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只是生活在深山里面，在山区里面，林海当中，我们忘记上帝也透过我们居住的环境来孕育在族群里面很多很多的小民族。因为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人格，就是在这种的环境当中被孕育出来的，被装备出来的。要透过我们的信心，将我们的爱心表达出来。假使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献给我们的主上帝实行他的旨意，有一天我们原住的力量、原民的力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力量，更成为这个在社会不公义的制度里面有释放的力量。阿们。同时我们依靠，我们更要自我的充实，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在我们的行动中继续无助的祷告，无助的来努力。美国和人黑人牧师，也就是世人所尊敬的马丁路德金牧师，曾经对他自己的同胞在讲道当中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帝帮助的是自助的人，上帝帮助的是自助的人。”这一句话对我们所有原民同胞、我们的西拉雅族人，这个含义是非常非常深。上帝帮助的是自助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也在两方面共同来致力。我们必须要积极的透过广言，继续不断的致力改善社会不公义的制度。从金牧师的话，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启示，我们一方面从外面来的压迫、歧视，或者是剥削我们原住民权益的制度，同时我们也必须从我们的里面来改革、来充实自己，储备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而且我们要有目归心的迈进。我们知道我们要守的这一条道路并不是一条康庄的大道，而是一条崎岖难行的一个小径。我们历年来所做的这一个努力证明的运动，或许这些自立的、努力的、证明的，已经先许我们离开了，已经离开了这人世了，但是却消灭不了我们对我们自己族群的认同。我们看见感动的事，让我们的心
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印度有一位致力爱与非暴力的一个改革，他的名字叫当时他也勉励当时的黑人做这样的一个勉励的话，他说1200多万的黑人不必为他们的努力子孙而感到惭愧，因为身为奴隶不是耻辱，身为奴隶的主人才是耻辱。我们遵守过去，我们严明不必想到容易抗耻辱，我们应该要认识那属于那真诚纯正有爱心的人。我们这样相信，并不是我们不去相信这些哲学的一个论述，而是我们确确实实的，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一个应许。正如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Saya ingin kami kasih lulus amat.
起来呀，谁想台湾打打进比南大叔好杀把该塞的家
Thank you.
想呢，搁谈一万亿，吼，所以咱嘛，搁一万元素，吼，咱的政府发伊经济来通过一万，咱的正名上尾一步，使经济来实现。外国一项就是咱的协会，吼，咱的协会每年会推动咱每一礼拜来教咱一句的咱的俗语。咱的生活中，咱一日一日慢慢来学，来学转来咱原本的语言，才毛可定。台湾中国，台湾国教宣告390年纪念甲有礼拜大同会，阮厝活动以传播教育宣扬以同福音。以运动会形式，予世界人吃着耶稣的光甲温暖，照亮环保命的精神，有清新光明的意义，成做社会得到国的正面的力量。这个盛会隆重礼拜甲运动会活动圆满成功，所有人健康快乐，有法医治病。家传电报，应该主来用心祝贺台湾基督教宣告390年纪念感恩礼拜感动会，各部移动福音广传，力量感谢最近这个上帝，搁着对志愿的诚烈关，你若用感谢变最近，就是因着我。因信命的人，我欲予伊看见上帝救恩。诗篇54:13，愿主祝福无论做工还是受造就的拢得福气。咱中会第41届会长，伊家姓牧师跟全体中会牧师永远同敬佛。台湾基督教宣告390年。今日礼拜，耶稣讲是恁因我是活经历，搁派恁的果子，予恁的果子永远伫咧，予恁互我名，无论五辈有啥物，伊就会收束予恁。约翰福音15:15-16，愿主赐福阮上加阮上加力。受赞天会会长蔡家发，全体向恁同敬祷以上。Thank you.